家好，我们是就是亚卫，警察，我们常常一起在玩乐器，然后很高兴能够这样给他邀请，然后一起来这里表演，然后就是为的是一方面是对了今天的这个主题，也能够透过音乐帮助更多的人。然后我要唱这首歌，我不孤单 ，I am not alone。像脱下了的野兽，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，是想说用音乐
来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，然后在每一个人当中能够用透过这样的一个演奏，希望能够感动你们。然后我要带来这首演奏叫做《我不知道》。帅哥，我要给你就多买点，我要跟你要一下工商广告时间。好 ，OK， 因为我们现场有另外贵宾到哈，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因素，所以可以跟你借几分钟吗？好，那您可不可以先旁边休息一下？哎，对，好，那么待会儿呢，您有。